张皮，我的精彩主题为你惆怅。动听音网在 Satellite Game，Come to Live to 来听听。Hello， 大家好，欢迎参加七月份嘅 Live Tube 音乐会。介绍下自己先，我今晚嘅司仪范振峰，大家好。Hello， 大家好啊。咁啊，为咗咧就系推动乐坛啦，培育音乐嘅人才啦。咁啊 ，IFPI 咧香港咧就会喺呢个政府创意香港办公室咧就系支持嘅吓。咁啊，举办咗呢一个 Live Tube 嘅。首先真系俾啲掌声我哋啲主办同埋举办嘅啲嘅团体机构咁样，好唔好啊？多谢晒佢啊！有咩平台先可以得到咧？即系好多嘅一啲嘅支持啊，或者咧我哋好多机会咧就俾啲年青嘅歌手咧可以有啲发挥嘅地方啊。咁啊，大家咧除咗可以透过咧各大嘅电子传媒啦、腾讯微博 WeChat 啦，咁啊收聽到咧，即係每個月咧咁啊不同嘅 Live Tube 嘅推介歌之外咧，同埋咧仲有啲嘅訪問咁樣樣噶。咁啊喺2013年咧，每個月咧咁啊最後一個月嘅星期五嘅晚上咧，即係今日都係啦嚇。咁啊大家會喺九展呢個咧 Music Zone 呢度咧就會免費欣賞到一眾咧就係 Live Tube 嘅推介歌手咧為大家表演咁樣噶。咁啊今晚咧大家除咗咧聽歌之外咧，咁啊仲可以咧有一個互動少少嘅投票噶。咁啊投選咧就係七月份咧 WeChat Live Tube 咧最傑出嘅獨立歌手啊，大家咧入場嘅時候咧，其實都收到一張啦，係咪？收唔收到啊？有張投票嘅一個嘅單張有冇啊？係咪啊？有冇啊？讓一讓嚟睇下嚇，係啦。上面咧係啦，如果冇嘅，可能一陣行翻出去攞都有係嘛？咁啊有嘅時間咧，咁啊其實都介紹咗有一啲嘅投票嘅程序啊，非常之簡單㗎嚇。咁啊只要透過咧你嘅智能手機啦，咁啊就係搜尋到同埋下載免費程式咧 WeChat 啦，好多朋友其實應該都有㗎啦。咁啊跟住咧喺 WeChat 嗰度搜尋同埋咧新增呢個 Live Tube 啦，咁啊亦都可以透過咧就係 WeChat。咁啊，掃描咗呢一個咧就係 Live Tube 嘅 QR code 啦，咁啊 at 咗之後啦 ，at 咗 Live Tube 之後啦，咁啊只需要咧向呢個 Live Tube 咧就係發出代表今晚三組獨立歌手嘅數字啊，咁啊，比如話一陣我哋今晚有三位啦，分別就係01同埋02、03啊，大家一陣就記住邊位打邊位啦。咁每位手機嘅用戶咧，只要係可以咧就係投選咧一位嘅獨立歌手，即係話咧就唔可以重複啦。咁啊，至於幾時投票咧，咁啊慢慢都未遲，咁啊大家聽埋佢唱歌，咁一陣咧我會再睇。提你噶啦，咁啊結果咧亦都會喺今晚啊即刻就會公布埋噶啦，咁啊獲得我哋今日咧就係七月份最傑出嘅獨立歌手嘅話啦，咁啊會連同埋咧其餘咧就係十個月嘅得獎者咧一同咧就係咧爭奪呢個年底啊 WeChat Live Tube 最傑出獨立歌手嘅年度大獎噶。咁啊今晚咧節目咧非常之豐富啦，咁啊其實咧都有好多嘅即係已經簽咗約嘅唱片公司嘅歌手咧就為我哋表演噶。如果聽到個名嘅時候咧，大家俾多啲支持佢先好唔好啊？包括有 Fun and Rock。大啲勁少少啦，係啦。雖然係啦，而家係八點應該係啦，都係食飯時間啦。而家係啦，拍得勁啲，一陣咧就會咧就係食嘢開心啲啊。仲有永賢都喺度啊 ，Heroes 黎曉陽、李浩嘉同埋歌利亞，當然亦都唔少得嘅，即係又要俾多啲支持啦。佢哋係獨立歌手啊，咁啊真係會更加之佢會落好多力咧，先可以行到呢條路啊。所以大家真係要支持一下。咁啊一陣咧就會有可以投票噶啦。咁啊分別咧有幾位獨立歌手同埋樂隊噶，包括有 Jeremy Lusak、姚嘉怡、陳慧琪啊，同埋哇，大家都好落力啊！好，聽到咁多歌手，大家應該都好興奮噶啦。咁啊，睇下究竟為我哋揭開我哋嘅序幕係邊位歌手？請以熱烈啲掌聲，多啲支持我哋，歡迎第一隊嘅表演樂隊啊！我哋有請就係 Fun and Rock。Hello，Hello， 大家好。行埋嚟。Hello， 大家好啊！咁我哋係 Fun at Work 啦，咁我係其中一位成員啦，我叫黃思嘉，思嘉啦。咁呢一位咧就係 Hugo 李嘉賢，咁咧佢就會係啦，俾掌聲佢先。Thank you。咁咧佢就會幫我第一首歌咧就伴奏嘅。咁我今日第一首歌帶俾大家咧就係陳小春嘅《取消資格》。Thank you。今晚总学不厌，浅灰色烟圈浸满了我的脸，宁愿听够笑话，安慰可免则免。我说我爱你，够分量了吗？我努力试探你，接受我的真心可以吗？
呢位就係 Fun Network 嘅，大家好，我叫 Hugo 李嘉賢啊。咁好啦，我而家交個台俾佢啦，多謝曬，拜拜。大家好，我叫 Hugo 李嘉賢啦，咁我係Fun Network 其中一個成員啦。咁今日我會帶嚟一首歌咧，係因為今年係李小龍先生嘅逝世40周年啦。咁我同其中一位成員阿東就作咗一首歌，咁係希望會大家會中意。Came a little dragon Bruce Lee.
not easy for him to win the world's acclaim. For he was strong and he's relentless. Bruce Lee, 一代武術宗師，他永不言敗的意志開創了功夫電影的風光歷史。他用鏡頭散播中國功夫的種子，用速度為搏擊重新定義。中國人不是東亞病夫，有哪一個不知道腰馬合一揮舞手上的雙截棍，一拳一腳一招一式表演一種武德。李小龍精神長存永恆，全球華人心裡面永遠的巨人。無規則無套路的搏擊原則，就是截拳道背後的哲學心得。以無法為有法，打破固有框框，以無限為有限，打造武學神話。Be what time my friend， 李小龍的經典對白，水能軟化亦能將一切沖散。Be what time my friend， 截拳道主張的格鬥方法，武服行風格就是最強的風格。Be what time my friend， let's keep on fighting。 Be what time my friend， let's keep on fighting。 Woo！ Empty your mind， be formless， shapeless as water。 Now water can flow or it can crash。 Be what time my friend。李小龙精神常存永恒，全球华人心里面永远的巨人。李小龙的威无人能够取代，我哋心目中永远的第一位。李小龙精神常存永恒，全球华人心里面永远的巨人。李小龙地位无人能够取代，我哋心目中永远的第一位。李小龙精神常存永恒，全球华人心里面永远的巨人。无人能够取替，我哋心目中永远的第一位。李小龙精神常存永恒，全球华人心里面永远的巨人。李小龙地位无人能够取替，我哋心目中永远的第一位。將呢首歌獻俾 Bruce Lee。 Thank you。 Hi， Hello， 大家好，我係余振東，余振東個余，余振東個振，余振東個東。咁啊，跟住咧就請翻我哋另外兩位成員出嚟先，下一首歌就係、是、請神奇女俠同埋羅賓漢。Hello， 大家好嘛。咩名嚟㗎呢個？其實我係美國隊長喎。係啦，咁咧我哋仲有一首歌啦，呢首歌咧亦都係我哋嘅新歌啦。咁歌名就叫做《遊戲規則》，送俾你哋。在大時代，誰共誰競賽，勇進廚藝，望將來做菜，餐廳裡我雙手。忘掉爱，学校门内禁止抛杂志，在校园内全力去考试后，忘掉了知识的意义。黑板里锁住了纽扣，黑板里有天价去赌斗。谁人不爱物质的诉求？还望每天战胜春天。谁在说过规定好丑？秋天。谁又介意这种荒谬？谁人不爱自人石才永久？还望老天打救。要听你说要炒蛋，将蛋里有写请看一眼。先杀我打工心淡，无望你的称赞。哎，下手好唔好啊？送一摊，一齐嚟。于心里压抑需要释放，一个冻饮将气温降。公司里斗争得太火烫啊！黑板里所要为共守候。谁有天将价去煮斗？黑板里写我的色友，还望每天签收春天。谁在说富贵定好丑？秋天。谁又介意世俗荒谬？
谁人不爱情人色可会永久，还望老天打救。游戏规则无法不接受，这个世界实在太怪，每分每秒都觉得实在太快，停低讲两句都好似好嘥，一讲到翻工个个都想快来，唔系净系为 money life， 做人最紧要 happy by， 将呢个心态感染呢个世界，身体未必坏，就算遇到个问题有几大，奇怪有几难，扎根一下瞓醒起身大啊 ，I'm alright， I'm gonna live my life。Thank you， 送俾大家遊戲規則。Wow， Hello Fun and Rap， 系 ，Hello 朱姐，俾多次掌聲 Fun and Rap 喎，唔錯啊，真係，幾有台型嘅，我哋過嚟呢邊傾下偈先好唔好啊？好啦，同 Fun and Rap 啦，幾位嘅成員啦，四位嘅成員啦，係你冇係除咗副眼鏡先冇咁酷啊，其實識笑噶，原來你。OK， 咁啊係啦，四位成員啦，其實咧嗱。你哋做組合啦，但係即係其實原來咧就唔止組合咁簡單嘅，背後有啲故仔係咪啊？可唔可以同大家即係分享一下咧？其實 Fun Network 係組合嚟嘅，咁樣咧呢個意思咧就係想話俾大家知咧，無論你哋做緊咩職業啦，或者唔中意你嘅職業啦，但係咧其實可以喺你哋嘅職業啊工作崗位上面咧做到最好，同埋揾到你哋嘅快樂咧已經好好㗎啦。係好，係同首新歌一樣。好有意思，好正面咁樣樣啊！咁啊係咧呢一個即係意思。但係譬如另外咧就係有四位，譬如大家都係原來咧唔係好同嘅音樂風格㗎，係咪都係大家即係你有你中意啲咩？可唔可以講下譬如大家個別啦，中意啲咩音樂類型多啲咧 ？Rap，OK，Yeah，OK， 你咧？其實本身中意 classical 多啲 classical 哇，完全係好唔同啊！係我中意啲 pop 同埋中意跳舞，其實係啊。我中意比較啲 rock 啲 ，rock 啲嘅係啦。咁如果四個都唔同音樂類型嘅。一齊喺埋一齊會唔會反而意見多？有時有啲摩擦，定係或者係會好多火花仲好咧？會啊，摩擦一定有嘅。不過對得耐咗，其實都會鍛鍊到出嚟咯，嗰種默契。係啊，做咩啫？係佢好有默契啊，同你我睇得出嚟啊，好好夾下嚇。咁但係頭先一首歌咧，就係其實就係即係關於係李小龍啊嘛，係咪啊？仲係特別版嘅，因為李小龍咧係啊，你好似李小龍都話係咪啊？係啊，即係幾開心，原來咁易氹嘅啊！好啦，咁啊，李小龍咧細細就40周年啦，其實係咪即係一個特別版啦？咁因為你哋細個都好細啦，咁啊，其實我以前嚟講細個係都冇乜機會或者即係李小龍接觸佢啲嘢，定係由細細個係睇佢啲戲都有去追翻，定係最近要做咁嘅歌咧，先去睇翻李小龍啲嘢咧？我細個有睇過電影，即係電視會重播噶嘛。係係。咁又同埋我爹哋都幾中意李小龍。哦，細細個中意咗啦。係，咪好多人都中意李小龍。係啦。咁啊，佢有佢都中意功夫嘅，因為我爹哋，咁佢都會有講李小龍嗰啲嘢俾我知。O K。咁但係最近要做呢只歌，會唔會就更加多幾位都係喂睇翻多啲李小龍嘅嘢咧？即係咁樣咧，會唔會咧？你哋有冇啊？我李小龍，我知我寫嗰個 rap 嘅詞係做咗好多佢嘅資料收集嘅。嗯。即係寫你睇翻個歌詞其實。是講緊佢嗰啲嘢嘅，即係佢個哲學，即係 Be Water 嗰個哲學。好嘢，好咁啊！大家都知啦，做咗好多功課噶。咁其實咧，都除咗我哋之外咧，其實有啲人咧都好鼓勵你哋嘅，知唔知啊？咁啊，透過呢一個咧，就係其實大家都一樣可以啊。每個月嘅一眾嘅樂迷咧，可以透過就係 LiveTube 咧嘅 WeChat 咧，向一眾嘅歌手咧就係留言噶。咁啊，有一位嘅朋友咧就留言咗俾你哋個 Fun and Rap。咁啊，佢哋就話啦：你哋真誠玩音樂，我哋一定會支持啊，係咪啊 ？Thank you。
一定會啊！飆到你就好真誠噶啦，好啦，多謝曬你哋，再一次俾啲掌聲 ，Fun the Rap， 多謝 ，Thank you。